自行车向前转动着时光，在后座遗落了谁目光，不曾想你穿着校服模样，也从我生活里长，风吹过吹旧了那条小巷，到尽头追不到你余光，我的梦只有你懂得欣赏，那是最美的时光，都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让你一个人孤单，我害怕青春就此离散，让遗憾成遗憾，你我从此无关。遗憾是片青春的书签，夹在了最痛的那一页。夏天像秋天的落叶，假装灿烂不害怕离别，一场大雨湿透整个世界，流失我们的一切，都是我还来不及学会色的天空，轻轻地亲吻着晚霞，咖啡微烫的在床边映衬你侧脸，翻开厚厚的记事本，珍藏的照片，那年冬天我们傻傻笑得多甜，许愿瓶等待春雨，它是否能够发芽，下个冬天下次旅行，等待雪花落下，雪花落下，你看见了吗，紧握着你的手，温暖的从不害怕，雪花落下，我多羡慕他，一年又一年在你身边，白色的头
说世上没有两片同样的雪花，对于我你是这世上无可替代呀。坚定说守护我的你，认真的推理爱情练习，青春是突然的难题，流星雨湿润夏季，听见星星的回答，睁开眼看吻在雪地，两个人的脚印。看飞蛾扑火，爱的那么
谢谢周深，深深你好，洋洋好，你好，你好，你好，深深好，晚安。哇，晚安，我好紧张啊，我好怕你跟我说明天见。来，我们坐下吧，来来来，坐下坐。哇，真的，这个我刚刚一直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看各种各样的这个生米们的这个留言，真的吗？他们都已经在尖叫了。有人在看吗？非常多，我刚刚看到，光我们 QQ 音乐我就看到已经马上要破百万了。哦，现在我真的手都在发麻，有一点点紧张，对对对，会紧张，但是一点不影响，刚刚表现完美。你说的不算，大家可以弹幕告诉我们深深好不好？你们喜不喜欢刚刚开场的表演？谢谢谢谢，可以说是我说话最少的一次了，因为平时在演唱会的时候，有观众的时候，然后也是同一个我们的导演晶晶，他会说我会想尽办法的让你不说话，但是如果下面坐着观众的话，我就会情不自禁跟他们去对话。但是今天现场没有，但对，我也是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去开一个音乐会演唱会，感觉我觉得很新鲜也很紧张，我真的现在手都在发麻。大家弹幕多多打那个给周深加油好不好？大家写周深加油，给深深加油，我们让深深先喘口气儿，然后跟大家问个好，欢迎所有今天在通过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还有全民 K 歌收看我们今天 TME Live 周深晚安明天见、我们的超现场演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杨洋，然后刚刚深深一开场，各位好，我是歌手周深，对，三首歌超棒的。然后我们要特别特别感谢我们本场我们的 Live 是由透心凉可释放的雪碧冠名，谢谢雪碧，谢谢雪碧。哎，深深 TME， 我、好押韵哦，对吧？雪碧 TME， 哎，今天的现场这个造型要不要给大家讲讲？有，这个就是睡衣嘛，因为现在这模仿的是一个我的家，你的家，不太可能，因为我不可能在家里挂那么多自己的照片。因为我们知道周深的家是一个白墙，那个很著名的白墙。但是有一点特别像，就是我家里会有雪碧。那今天来到家里，我就给你、请你喝饮料，好不好？哇，来来来来，你想要瓶装还是罐装？我都想要。大人、大人的世界、真的是，我们都拿这个，这个可以很帅的碰个杯，好不好？可以声响嘛，好吧？好，来，我们坐着喝，好吧？好，我们坐着喝。哎，大家在家里就冰箱里有雪碧拿出来，没有的话马上叫外卖。今天我们这个，哎，我今天我有小小的搜一下我的那个广场，看了一下，就很多就是我的生米们，他们就买了很多的零食，然后专门还拍了一个雪碧。稍等，我拍一下。我帮你，我帮你。没事，我可以，我可以。啊。必须可以，哇，这个简直就像放的宣传片的音效、这个声音真的很美好。耶、yeah, 我们预祝今天晚上我们周深的 TME Life 晚安明天见啊，超棒、你已经喝了、我已经喝了，而且我拿这个是新裤子乐队的，这个突然就一秒回到了歌手现场。哎，说到这个我们对深深的喜欢，有很多人是在不同的时期然后可能去入坑了、入坑周深。在今天这个造型包括这样的，其实会给你更放松吗？穿着真丝的睡衣。就是这样在家里唱歌还挺紧张的，因为我以前在家里就是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电脑、一个手机、一个麦克风、然后就直接开始唱歌，那可能会怎么说呢，哎呀不知道，反正还是很紧张，很奇妙。大家可以待会儿继续看看，因为今天的歌单我自己看到都非常的激动。真的吗？我们先带大家参观一下好不好？好，参观一下我的家是吧。刚刚我看到有弹幕网友说今天的布景非常的用心，我们就来参观一下、这片传说中的白墙已经贴上了不同的照片。给我们大概，我们来分享几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好呀，这个是我第一个，应该算是第一个演唱会吧，深空间的照片。对，也是我的生命们给我做的一个这样一个花应援。对，应援。然后就到了我第一个比较大型一点的演唱会，C929 星球。是的。然后当时是一个小王子的造型，然后他前面是一个排扣，所以当时做的时候比较紧一点，所以我都被我崩开了。但是这个非常帅的侧影啊。对，因为侧影你看见没，这里是鼓的啊，不重要。哎，讲到 C929， 你有注意到我们这个这面钟表吗？它是有特殊的含义的，解读一下。这个你是以为我没看过表是吧？九现在几点？现在几点？9:29。哎，大家可能对着一下自己的手机屏幕，说明明不是9:29，为什么是9:29呢？因为我坏了。因为我们导演组希望给深深一个就是为他定制的感觉。对，而且我们导演组说是我们这次整个场地一共好像是有9个小彩蛋是吧？
有九个彩蛋，九个还是几个，反正就是要等你们去找、哦、都藏在各个角落。这个算彩蛋吗？这个是演唱会的工牌。这个谢谢你啊，帮他们找了一个然后就看这个是我在蒙面唱将上面的时候的形象、嗯、哎呀帅的嘞，每一张都非常的有意义、哦、这个是达拉崩吧，是的，歌手达拉崩巴版的北地不多比路翁。哎呦，这个好像是一次演出的吧？这个好像这也是声控，但这个衣服是我生的生、嗯、那个专辑发布会的时候穿的，对，当时打歌服，对，当时、嗯、我这有个笑话，因为他很那个，怎么说？嗯，他这个衣服是这样飞的嘛，所以当时就有老师说，哎、啊，你这衣服特别反人类，就感觉特别像飞鼠就跳下去可以飞下去的样子。哎，一会儿我们先坐继续坐着好不好？好好好的好的、哎、我们一会儿看看深深会不会还有变装呢哈，别的造型、哦、是不是？哦、对、啊、我们刚刚开始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今天甜蜜 Life、除了有我们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我们还特别感谢今天腾讯微视、嗯、腾讯微视没错在支持我们今天的 Life， 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大家呼朋唤友一起来欣赏深深的 TME Life。 特别的好紧张，哎，这个日子今天也很特别对不对？对，今天这个日子真的可以说是TME 非常非常有心了，就是7月25日是我出道的日子、嗯、就是我参加的那个好声音第一天播出的那一天。哦，当天是？对，6年前的今天。对，因为这个我们在决定什么时候去来给大家用这个形式见面的时候，其实有选过很多个日期、嗯、然后一直就是改，最后就是大家一起选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我觉得还挺巧的，特别美好的。今天很多人说像过年一样、嗯、很多生米都很开心。那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加上刚刚讲到我们今天很新鲜的一个形式、嗯、选歌上面有什么样的安排，怎么选？有哎，这次的选歌其实是跟以往的演唱会会不太一样一点、嗯、因为以往演唱会的话怎么说呢，其实我对这个演唱会这次我们线上的这个音乐会有更紧张的一点，就是我其实每次站在台上唱歌我都特别害怕，就是我如果唱一些大家没听过的歌、uh-huh. 大家会觉得很陌生，会觉得哎，好尴尬，所以我平时演出的时候一定会选很多很多翻唱的歌，但这一次的我们的音乐会里面所有都是我自己原唱的歌曲、oh. 而且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 OST，OST， 对，他们都是影视剧的一些歌。你有没有算过你出道到今天唱过多少首 OST？ 啊，差不多应该50首左右吧，还蛮多。50首左右，多。那今天我们有可能听到多少首？哎，猜一下。哎，对对对，今天我要跟大家提前爆料一下，今天我们现场可能会挑战一个特别。不可能的任务，实现算是一个挑战，对不对？嗯，是，我们要让深深在今天现场做一个 OST 大赏。对，大家来猜猜，他出道到今天6年的时间，50首左右的 OST， 他有可能在现场完成多少首的串烧？嗯，待会儿大家一起数，好不好？对，可以，这会是一个惊喜。也希望大家一定要继续听我唱歌。是啊，因为我真的好害怕啊。我们要可释放，对不对？对，可释放。透心凉。其实我觉得深深的声音跟雪碧就是有一个共同点，雪碧就是夏天就必须喝，喝了很凉爽。对，然后夏天烦躁的时候，如果你听到深深的歌声，你也会觉得哇，整个人都好了，就特别的爽，特别的清凉。所以我们期待今天我们的。可释放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带给大家？嗯，好。然后我们今天很多的刚刚讲到深米都在这个网上去应援，然后还有很多人，我看到他们整齐的换了微博的头像，对，换成了一个蓝色的那个，对，725，然后周深现场音乐会的头像，所以也谢谢各位深米朋友们对我们今天TME Life的支持。谢谢。那所以我们有回馈给大家，我们现场有一个互动，好不好？哦，互动。我们准备了一个一个礼盒，然后我们首先呢是要回馈的是我们 QQ 音乐的网友，在我们的 QQ 音乐我们征集了大家对于这个这有很多个信封的样子，是的，里面有我们今天读三个，好吧，抽三个信封，随机抽八封，读三封是吧？对，然后请深深来回应一下，回复一下歌迷对周深的评论。哦，那就这三个吧。你不能回应那个啊啊啊，深深在经常回复大家啊啊啊，看看今天回复一些什么。我们现在念，好，先念第一个的，辛苦，谢谢。第一个是来自 ID 咦咦咦咦，这么巧啊，不是啊，是咦咦咦咦咦。对，他说还记得高中时代，每天中午放学就听周深的歌。嗯，高中，现在真的已经这么多人高中在听我唱歌了吗？他可能现在也还在高中嘛。
就一直在听，对，真好。高中就应该听周深，不然听谁啊？谢谢。那刚才我们开始的第一首歌特别适合高中听，是在歌声中匆匆忙忙，忙忙又匆匆，于是这三年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现在大一了，大一了，现在大一了，又听到了起码有个四年了，又听到了这首歌。可是时光不可以倒流，否则我会对着当年那个匆忙的少年说：走慢点，有些歌走过了就错过了，人也是。他说他自己是少年是吗？不知道，感觉好像是有一个男粉嘛，对不对？错过了一个人的感觉是吗？从高中就开始错过了，你的人生很丰富嘛。对不起啊，怎么吐槽你？没有没有，回应他自己就是少年，应该就是他说要跟自己当年的那个少年说，有些歌不要错过。所以我们喜提一位男粉，小声鼓励一下。有什么要回复他的？是这个意思是吧？那就还好啦，就是你现在才大一嘛，你才大一，对，和高中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因为就是以后你就是所有事情都是有希望啊，所有事情都来得及，所以完全不用，好像后面这个省略号好像很无奈的样子，不用不用，因为我觉得你一切都还来得及，你才大一，就今天晚上好好的听，对，哪怕就算我现在我都已经毕业很多年了，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如果还想去做的话，还是来得及的，所以不用沮丧了，对对对，有些。歌走过了就错过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我们看下一位，下一位 QQ 音乐的粉丝，这位网友好羡慕他，他在大一，要跟深深说什么？是，一切都有可能，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好，下一个，他的 ID 是24 Wensy 吗？ Wensy， 他说没有人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懵懂的我们，慌乱的高考，时光飞快，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长大，有些淡淡遗憾，也有些慌张。但愿2020高考胜利啊！已经考完了吧？他之前留的言，哇，他胜利了吗？温西，你高考胜利吗？请弹幕告诉我们。就是恭喜你熬过了，不叫熬过了，就度过了很辛苦的时间，挺辛苦，但是又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时期。因为高考真的很累，我记得我高考时候就是每天做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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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现在回想一下，每个人经历过那个高考，每个人的心智会变得特别不一样，会变得坚强很多。对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历。然后希望你高考非常非常顺利，能够去到自己喜欢的大学，学到自己喜欢的专业。高考下一个，也希望所有的他们怎么写的那么文艺，一点都不像我微博上面那些留言的人们。他们可能认真起来就会很认真哈。看看第三位，我的妈呀，真的是。好，这位 ID 叫燕纯，他们怎么那么文艺？这个燕纯，周深的歌声带着我们回忆剧中过往。往事似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世事浮沉，仿佛一场梦醒。生死同行，相依为命的伙伴，与呼其周全，有文化，又盼藕断丝连。假装风轻云淡，其实内心百般不舍。所有经历过的都会随风逝去，但情剪不断，也不愿剪断。人生就是一段段的故事，故事还没说完，待主人公在风中继续书写。周深的歌声唱出剧中的人的心声，丝丝入扣，让观者听者都为之或喜或悲。听罢惆怅难散，声声含情，这就是他歌声的魅力吧。他写了那么长，就想说的是你唱歌很好听，就很喜欢你，就真的写短一点。但是他今天肯定很庆幸他被抽中了，写再长他都觉得值得，因为他被抽中了。因为不是我读啊，不是你读，你当然觉得。一会儿我来读吧，因为深深一会儿还要唱很多歌。没事没事，这个念性比较的费嗓。就是、我觉得，因为它里面其实藏了很多我歌的，我唱的歌里面的歌词。是。所以谢谢你喜欢听我唱歌，谢谢。但是就是，其实真的写这么多。也值得，意思也就是最后一句，这就是他歌声的魅力吧。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喜欢周深。一直并没有在回复他们，就是在怼他们。你不要再怼他们了，今天是个大日子，来我们继续好不好？好，刚刚是 QQ 音乐的三位歌名，接下来是到我们的酷狗。Hello， 酷狗。耶、yeah, ，抽几个、啊？抽三，也是三个。三个哈。要不我帮你念，好吧？不，我可以练的，我可以练的，我可以念的，我来念吧。我真的很贴心，很宠粉啊。要本人念也并没有了，我们就念念几，希望他们不要写太长，而且听说这个里面有，这是情诗，听说里面有玄机，看看深深能不能发现。好，下一个，他是啾啾啾，是深深吗？明明才见过，天天见不够，见见你就开心，晚安。梦里啥都有，我觉得最后一句这么简短啊。对，很真实，最后一句我看一下。对，梦里啥都有，但是多喝水。哇，好，下一个。哎呦，我提醒你一下，有玄机哦，你再念第二封信，我再告诉你玄机是什么。下一个是东篱。
东篱院之今天喝粥喝醉了吗？哎，这个 ID 很熟哎，明如明如，明如星月坠长天，天上仙音人间见，见之不忘又一年。哎呀，哎，你发现了吗？玄机是什么？都是三行，三行以及它是一个藏头诗。明天见，耶、yeah, ！包括第一个，你看也是。明天见，给你 surprise 了，对不对？给我腻到了，哇！2020年了，我还可以被藏头诗给感动到，给表白。来看第三个，好，下一个 ，Charlie。没有巧克力，嗯，明明已经半夜了，哎，说好的藏头诗呢？他怎么没有藏头诗？他没有藏头诗。明天已经半夜了，天哪！我为什么还拿着手机？见到周深这个，这也是藏头诗啊，这也是明天见。哦，对哦，对啊。有谁还舍得睡觉呢？明白了吗？天天见你都乐意，见 N 次都没有问题。哎，真的是明天见，明天见。哦，好棒！ Yeah. 谢谢大家，谢谢。几乎都不太需要这个怎么回复，因为都是对你的表白。对，就是谢谢你们能够听到我唱歌。嗯、对，是的。谢谢这个酷狗音乐还有我们 QQ 音乐，待会儿我们还会有其他的更多的机会跟大家来互动啊。好，我们也谢谢深深一一的念出了大家的这个祝福哈。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大家应该都迫不及待想继续听歌了。哦，谢谢谢谢，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可释放的舞台交给周深。可释放，
helpless and afraid, standing all alone as you went away. Raindrops on my face, blurring my illusion of the choices I could make. Hard enough to put myself together. Oh girl, don't you be afraid. I said to myself as I looked away. Raindrops on my face, washing up my silly little wish to hide away. I am strong enough to make it through the rain. When I close my eyes,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Everything you said I'll keep in mind. The rain will stop, the sun will shine. If you're by my side,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hinking of your tender lullabies, you feel that inner sanctuary I can't hide. You are the secret sanctuary I live by. Close my eyes,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Everything you said I'll keep in mind. I'm waiting for the morning light. You're still by my side.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hinking of your tender lullabies, you've built an inner sanctuary I can't hide. You are the secret sanctuary I live by. You are my secret sanctuary
谢谢，谢谢我们的乐队老师，也谢谢我们了不起的周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由透心凉可释放的雪碧冠名的周深 TME Live。晚安，明天见。今天我们的演出真的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画面。刚刚的那个在空中唱歌的美男子的画面还在我的脑海里回荡啊！不知道深深有没有调整好新的造型，然后要回到我们的舞台上，那我就插风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刚开场忘记介绍了，欢迎周深。Hello， 耶、yeah. ，Hello， 大家好。刚刚从天上而来，月球边上来的你，谢谢。哦，这个表演真的有点让人吓到，有在上面挂着的时候挺吓的，对不对？那个大家都感觉到是有一种这个宇宙飞船啊，宇宙飞船啊，宇宙飞船来了，你在上面想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就想是一定要好好唱完，好好唱完。然后蛮吓人的，你知道很多弹幕都在说说希望自己成为那只熊。四舍五入是他们，因为他上面穿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应援服吧。哦，应援服，所以是有寓意。而且我也有看到就说的是啊，主持人是杨洋，是我很喜欢的那个，真的。你什么时候看？你不是一直在唱歌吗？我刚刚下去换衣服的时候。真的啊。然后还有人说想魂穿坐那个梯子。坐梯子，刚刚那个楼梯，你在往下走的时候，心里会紧张吗？是，很希望被我踩，是这个意思吗？魂穿想要一直拖着你陪你走下去。啊，但是我们刚才走的是下坡的。哎，是一直走下去的意思。你这个人怎么要怼歌迷啊？没有了。好了，开玩笑。然后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乐队老师，想不到吧？他们藏很久哎，先生。对，你故意的吧？我有在想，就是我们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啊？大家，我们放的是卡拉，因为他们演奏的太好，就稳如卡拉。我唱的那就我不知道，稳如原唱 CD 的感觉。希望能唱好吧，我真的很紧张。啊，真的吗？现在好一点了吧？现在都已经唱了。因为没有观众跟有观众，真的状态会很不一样的。总之，我觉得希望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吧。现在这是新的一面，对不 对, 对？换了不同的外套，不变的是那个白 T 啊。都知道深深很喜欢白 T， 你是不是也穿了内搭？你没穿？我里面有没有白，不重要。没有穿白 T， 这个造型是什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就是想说会比较干净一点的一个西装嘛，因为我有一直都在尝试穿什么样衣服比较好看，然后后面发现，哎，好像穿西装的时候比较正式，穿西装的时候会比较正式一点点。所以今天待会儿我们就要给大家这个更新的。不同的歌曲和不同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一小段互动，要跟我们的酷我音乐的粉丝们来互动一下。酷我音乐，请给我们一个酷我音乐盒来，这里面同样我们有收集大家的一些，摇出来吧，只能摇一个。哦，你很喜欢抽签是吧？好，这可能会摇很久。我们要摇一个是毕业季的歌迷。哦，这里面都是毕业季的歌迷。 对, 对，他们会有祝福，然后也会要点歌，听说看看能不能满足他。这个叫阿宽宽 KK， 他说想听花开，想告白深深，也想对即将上大学的我说，希望我们未来的路旅途一路花开。哎，大家都会越来越好好的。嗯，所以他要点的就是花开。花开可以满足吗？可以啊，因为花开好像是我想想啊，是我第一次开演唱会深空间的主题曲。嗯，对，所以现场来一段。怎么唱来着？来一段清唱一下好吧。有歌词记得吗？真的是被点的。歌词不太记得，不知道这个。眼前春暖花开的景色，美在不能永恒的忐忑，拥抱时的感动，收拾的慌，让等就只求一个记得。谢谢大家。耶，弹幕给深深鼓掌一下。哇，非常好听，虽然是清唱。然后我们这边给到的建议是 dance。 爱不过就是爱还没唱过瘾啊。等我先把这句词出上春。来来来，爱不过就只是唱上一个。你先说的，我想想这句。我先说着。好，我们就到这儿了，不要。反正爱不过就只求一个记得。OK， 好了。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认真的周深。我们的导演，你知道我有多崩溃吗？很贴心的，因为我以为我记对了，最后导演给了我那句，他说我还是唱错了。他说再来一下。爱有时不过就只求一个记得。好了，可以了，可以了。谢谢，也谢谢这位点歌的点花开的这位朋友哈。那接下来真的谢谢他。
让深深哎，在现场竟然有点记不得歌词，但是就是 live 的感觉 ，TME live。对对，而且我听说好像我们在我们这个怎么说，我们 TME live 开始之前有一个雪碧点歌的环节。哎，你怎么知道？知道的太多了。我们雪碧之前在网络上面有征集，大家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一会儿我给你揭晓那个最终票选最多的歌是什么歌，好吧？在此之前，我们还有一轮互动，我们全民 K 歌的朋友，手机拿来，我们来念念弹幕，好吧？好，来，全民 K 歌的都在哇，真的有朋友在看耶！你挑两句念一下，开玩笑。全民 K 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念两句。送出了花，送出了花，送出了花，我念完了。都在送东西，送花。啊，这样还好，我们送出了花，送出了导演组机制啊，送出了花，送出了花，送出了花，送出棒棒糖，送出花，送出花，送出花，就是弹幕就是这个。我们预料到大家会很热情的一直在刷，然后看不过来。你是不是把我弹幕关掉了？没有，就你看，很棒很棒，哈尔滨，加油加油！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哦，万年不变的白 T， 哈哈，真身需要一个贝贝架。你的粉丝真的很可爱，很烦。这样，我们念两句好吧，挑两个念一下，然后有问题。你还是唱错词了，一期一会。打了蹦吧的周深，哇天哪，送出了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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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谢谢全民 K 歌的朋友，但是我们事先导演做了功课，谢谢我们朋友们送出的花，送出的花和送出的花、yeah、我们有准备礼物，因为花开嘛。而且我发现刚刚因为他们一直都说我没有办法正经超过十分钟、嗯、因为我在演唱会的时候经常我应该是像今天一样就唱完一首歌就衔接到下一首歌。我今天找到原因了，因为今天现场不是没有观众嘛，没有声迷，没有掐歌迷，我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当一个王子，唱完了所有的歌，中间都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晶晶老师都在后面偷笑了。可是所以都是你们的锅，都是粉丝的锅。粉丝说我不背锅，因为我们有互动，互动来了你还是要说话。我们有两个问题要回答一下，好吧？好，第一个问题也是在我们的全民 K 歌征集的，要问深深，请问你在家的时候会不会没事儿唱歌？我不仅是在家的时候，我在路上也会唱啊，随时随地，哪怕是录节目中间的空隙，我也会在路上啊就开始唱、啊、对别人。我已经听过很多前辈老师们就说，你怎么那么爱唱，在哪儿都唱，他们是下班了你也还唱，他们分别是谁我就不告诉你。他们不觉得幸福吗？每时每刻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只想休息一下。粉丝说我想要魂穿这位老师。还有我们看第二个问题要问，干嘛一直魂穿别人啊，做好自己啊。他又开始说他们，也对也对，要可释放嘛，对不对？透心凉可释放，做自己才有突破。来问深深，你去 KTV 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我喜欢唱歌的类型很多哎、欸嗯，因为我就像雪碧一样，嗯、可释放，对，就释放自己。所以我在 KTV 我会唱很多，像玛丽亚凯莉的歌。哦、oh. ，I can live without you。哇。I can't live anymore。 好，可以了，很多再唱我们要付版税了、这个啊、对对、啊、来看那两句应该在刚刚没问题，刚刚没问题、哎、会不会唱快歌在 KTV？ 你会那种气氛吗？ 会唱很多快歌，比如说、嗯、哦不，等一下要付版权费了。刚想 cue 你 dance 一下的，好了算了，不会。来，那最后一个问题了啊，请问深深，除了少管我，想对粉丝喊什么话？其实就是今天要不要喊个话？今天日子很特别，不用喊话吧，因为我觉得你要、嗯、就是如果你要永远都在问我从心里想对他们说什么话、嗯、那永远都是谢谢他们、嗯、你们就谢谢他们能够陪伴我嘛。因为我在今天上场之前我还在想的是啊好紧张啊，怎么放松自己、嗯、就刷一下微博，就看到了非常非常多他们做的那些视频啊、嗯、他们剪的我六年出道的视频，和还有一个动画的一个视频，还有他们写的一些小作文，是和一些他们画的一些图、哦、我真的是我不停的分享给我朋友，说是天哪他们太感动了，就我不停就在后面是什么朋友艺人朋友被感动到，就有艺人朋友，艺人朋友应该很羡慕吧、啊、说为什么我六周年怎么没有这种东西，我会很羡慕。为什么？我觉得每个人每个人、嗯、每个人都有在后面慢慢支持他们的人，然后所以就是你要问我要跟他们喊什么话，那永远都是谢谢你。喊一个吧，来，这要用喊吗？谢谢你。我谢谢你。喊这句话总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嘛，是对继续，然后还就是我跟他们说过无数遍的那句话，就永远一定要先做好自己，一定要先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再用其他的余力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希望自己能够给他们带来能量、嗯、啊，说得太好。那有一个很认真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深深都是很快乐很积极的一面，有没有低潮的，或者是音乐上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怎么去面对或者克服？
肯定会有，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你的办法是什么？我的办法，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唱歌，我就看电影，然后或者是看剧，就分散一下自己注意力嘛。如果你觉得你当下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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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哭，想释放，对，那你就想释放，看一些比较感动的电影，或者是比较戳自己泪点的东西，你就会。但是我的泪点实在太容易被戳到，几乎刷什么东西都会好感动，会被感动，容易共情。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去释放自己的一些情绪，这样会比较轻松很多吧。是的，今天晚上的办法就是收看我们 TME Live 来自周深的线上音乐会，让大家能真正的待会儿继续的来释放。一直讲释放，今天就像刚刚之前讲到的，我们雪碧全新的 slogan 就是要跟大家一起透心凉，要大家能够释放自己的热情。对，所以今天我们透心凉可释放，到底在我们的雪碧点歌环节票选最多的歌曲是哪首歌呢？我有票选最多的歌曲就是触不可及啊。就你讲讲这首歌。触不可及，你有猜到吗？有吧，因为就是它是一个比较节奏快的歌，比较嗨的一个歌。对，然后它又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有力量的一首歌，有力量的能释放的歌。对对，而且它也很适合开车的时候放的一个歌，因为我最近在学开车。这我们知道你在，学的怎么样？哇塞，我跟你说，过了几科目几了？不告诉你，自己去看。我们不要扯远了。那是回到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的可释放，在音乐上，你觉得周深的可是什么？我觉得我的可，因为首先很多人认识周深，会听到周深唱歌之后，都觉得啊，他一直是什么什么风格。所以我觉得我的可就是不设限，我希望能够挑战各种不同的风格，然后去唱到各种不同风格的歌曲。我还有很多没有唱过的风格，然后希望能有机会给大家唱到。所以我的可是不设限，没错，透心凉可释放。那确实，我们刚刚也讲到，今天那么会唱 OST 的周深会在舞台上面有一个他不设限的挑战。所以一会儿到底我们会有多少首歌的 OST 的一个大赏呢？大家一起来猜一猜，也期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把舞台交给我们不设限的周深。挥之不去你的身影，燃烧我心里的背景，擦肩之际已爱上你，一夜一夜爱你，花期开到荼蘼，收集一生流离，待花开再回忆，情深缘浅不由己，命运握在你手心里，此生我愿寸步不离，一夜一夜不离。若非杯盏你是浪迹，再剩下就潦草结局，一颗心在流泪执迷，错爱一生为你痴迷，一生为你倔强，一次又何找一个契机，时间赋爱一光芒，飞与时间交错，心如冰火，刀割不问是非的世界，找来前往，不诉离殇向生，我愿寸步不离，一夜一夜不离。
结局，一颗心在流泪之谜，错爱一生，为你痴迷一生，为你倔强一次又何妨，不长你的奇迹是间负爱已过往，非与死间交错，心如冰火刀割，不问是非的世界，
心上漂泊的孤舟，你是追随的浪波。梦辗转过，结伴过，同行过，如果流浪再坎坷不闪躲。时光的变迁，四海潮生凝望间，你水如流年，情愫又怎能如烟。当故里渐远，多庆幸有你在身边。祝心不凋谢，四海潮生这眷恋。接下来这首是大家点的歌曲哦，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可释放，活出自己的精彩。Oh,
然后今天，哎呀，我先把这件衣服换掉，因为找到自己原唱的歌曲里面发现快歌还蛮少的，还好你们今天选了一首快歌。那这个时候好像是有个环节，好像是一个互动环节，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要跟我们的高考生，已经高考完的朋友们连一次线，也是一个互动。其实我自己心里还比较忐忑，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高考很重要，但是高考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必然性和决定性。所以如果，当然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高考发挥得非常好，可以去到自己喜欢的学校，选到自己喜欢的专业，但是如果高考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话，也不用太灰心，因为只要你心中有你喜欢做的事情，你有你要去往的方向，我觉得永远都会成就最好的你。那我们现在开始连线，要怎么连线？是听，好，现场开始连线。好尴尬，如果没连上怎么办？哎呦，哎，哦，没了吗？好短暂的连线。呀，哎呀，他在，他不在，他喂，喂，你好，喂，喂，你好，喂，你好，哎 ，Hello， 我是周深，你好。哦，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是要说我的真名还是？你是东北人吧？真名儿，你是哪人？没想到这么快就听出来了。您那话，我是说我的真名儿还是？你随便说一个，大家你比较喜欢别人称呼你的名字就好。怎么称呼你？我的微博名有点长，叫做起一个昵称也太难了吧。然后我的小名叫做朵朵。你叫朵朵，是不是很久没有被大家叫朵朵了呀？朵朵，我就是不知道，就是因为一些特别奇怪的原因，我这个小名是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被别人叫。啊，你的这个小名是同学起的，不是爸爸妈妈从小叫的呀？是我的爸爸妈妈起的，但是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都有我的发小。哦，然后所以全班同学都只能。好的，我知道了，朵朵，你哎，你是哎，那我问一个，我觉得比较哎呀，我还挺担心的问题，你今年高考的去的就考的好吗？我觉得我考的还算可以，就是比我预料的可能会好一点。比你预料的好啊？啊、你有在看我们直播吗？我在看呢，我在一边喝雪碧一边看直播。哎呀，你怎么那么聪明？你看我在鼓掌，我用脚也给你鼓掌，手也给你鼓掌，恭喜你能够去到自己喜欢的学校。哎呀，脏了，我忘了我是白裤子。好，恭喜你。那你，你想去哪？去哪个城市？我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想去的，但是我就是觉得我不太想在，我是辽宁的，所以我就不太想在辽宁。就是想出去看一看。哎，我发现所有人好像都是这样的，就是高中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考出去，我一定要去到另外的城市。但后面，好吧，你去吧，因为后面你会发现啊，还是家乡好。每个人都会发，因为你的习惯已经在家乡了。那你觉得你高中三年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嘞？遗憾的是，应该是有，就是我觉得我高中。没有以前小时候就是那么勇敢，然后就是小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喜欢积极的参加就是各种选拔活动，但是高中吧，可能就会长大了，想的会多了，然后就会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就错过了许多机会，就是比如班干部的选拔呀、演讲比赛呀，然后或者一些辩论赛呀，就是都没有特别踊跃的参与进来，所以就是算是比较一个遗憾的事。那你平时喜欢做什么事情啊？我你的爱好是什么？听歌。喜欢唱歌吗？我喜欢唱，但是我唱歌也算一个，也是比较自卑的一件嘛。就是小时候有一个英语演讲比赛，然后那个英语比赛呢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自我介绍，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才艺展示，然后当时我的英语老师就觉得可以选舞，然后就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唱了一件数鸭子。然后这个鼠鸭子用英文唱的鼠鸭子吗？啊，是用英语唱鼠鸭子吗？
是有这个打算。There's so many ducks under the bridge. Come on, come on. 我用中文唱也跑调了。哦，嗨，没事，我觉得不太敢唱歌。没事没事，我觉得没事，我觉得只要你喜欢的事情自己就去做，因为到后面你自己都已经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感觉你没有以前勇敢，那就慢慢去朝自己喜欢的那个事情去方向去继续努力嘛，去做好那件事情，然后觉得你自己心里有底气的时候你就很勇敢。而且我觉得身边的朋友也需要有的时候推你一把，因为我也是被别人推上舞台来唱歌的，所以不要害怕好不好。谢谢朵朵。哎，你说。我其实有一个小愿望。啥？种太阳吗？就是，不是，就是今天是7月25号，是你出道6周年。对。然后呢，昨天7月24号是我18周岁的生日。啊，你生日啊？哦。嗯。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朵朵生日快乐哦！谢谢，谢谢。然后希望你永远都能够开心，然后一定要勇敢，好不好？加油！谢谢周深，谢谢朵朵，拜拜，拜拜。好，谢谢你。好，是要连下一个是吗？啊，哦，对不起啊，只连一个，好嘞。那我觉得应该算是接下来这个部分是我最紧张的部分了。紧张的同时，能不能先帮我把水送上来，想想喝口水。因为其实这个念头想了很久，而且我非常非常的感谢 TME Live 能够给我这样一个音乐会。因为我每次演出的时候，然后很多人都会说是为什么你一直要在去唱别人的歌，唱别人的歌。因为站在舞台上，如果是唱自己的歌的话，我自己心里只有一个，比较害怕的原因就是别人没有听过，我会觉得别人在浪费时间听我唱歌。所以在很多场合，无论是演出还是节目里，我都会去那个，都会去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歌唱吧。然后，所以这是我非常勇气大的一次的尝试，我觉得，因为这么大的一个直播平台，然后那么大的推广，让大家来听都是我的歌，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害怕大家会听到一半觉得这个没听过啊，好无聊，就退掉了。总之，这个念头其实。一直都有在心中，就如果我有一天在台上只唱我自己的歌，下面还有没有人在听？然后这些年，我觉得我很开心能够用很多的机会去被大家听见，像节目，尤其是像电影、电视剧，我的歌声能够在里面响起。然后我一直都在想，有没有什么机会去感谢他们，都没有找到一个这样合适的机会。然后，所以我就要非常感谢 TME Live 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去感谢所有的影视作品他们的信任。谢谢他们的信任，能够给我那么多机会，让我因此遇见了所有的我的生迷们和我的歌迷们和喜欢听我唱歌的人。那所以我就把这些年所有唱过的 OST 把它串成了一首歌，叫做谢谢你听过我唱过的这些歌。希望你能够听过其中一首吧，或者是能够唤醒你一下，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好像听过这首歌。那这个人就叫周深。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样一首歌，希望你们能够听完吧。总之就是谢谢这里面的所有的每一首歌，谢谢所有的老师们让我去唱歌，然后遇到了你们。然后其实路很长，也特别特别的走着特别的难，但是因为遇见了你们，所以就变得没有那么难了。总之谢谢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所言与人平生，老师也无情也无风，只可惜相遇一场空，将这段温情独自心筑起了城墙，痴情目光究竟多难忘？
时的风霜，能涅槃成凤凰，笑看天下何惧浩荡。天光命运多残忍，最怕银河耗尽余生，是否能重生，一等再等，善恶中分，羽化星辰。此生相守相牵，
擦肩之际已爱上你，一夜一夜爱你，花期开到荼蘼，手机一声流离，百花开在回忆。蓦然回首，你浅浅一笑，新鲜的
请接受我的诚恳。对不起，我的伙伴们。
青春就此离散，让遗憾成遗憾，你我从此无关。雪花落下，你看见了吗？一二三，某人在心里面。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Charlie. Happy birthday, dear Shen Shen. Happy birthday to you. Hello, Shen Shen, 谢谢你一直陪我熬过那么多个漫长而又难熬的夜晚。只要你一唱歌，我们生命们就会一直听下去，直到永远。刚刚参加完高考的生米，谢谢你陪我走完那一段很艰难但却对我人生非常重要的时刻。大哥你好呀，这是你茫茫生米中平凡的一颗，很开心你在朝着你的梦想一步步前行，也愿你站在你热爱的事业里闪闪发光，越来越好。我在国外读书的这段日子里，是你的歌声陪我度过了那一个个孤独想家的夜晚，谢谢你。谢谢你我的小王子，让我的生活充满快乐和温暖。我会拿到我心仪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在演唱会与你相见。Hello， 深深你好啊，我是马来西亚的生米，祝你出道6周年快乐，然后要开开心心，注意身体，多休息。深深有段时间觉得生活真的好累，但是呢，一直被你的歌声治愈。现在呢，你的歌已经成为我每天生命中的一部分了。谢谢深深，我会一直在的。深深，谢谢你选择了唱歌，你的歌声陪我熬过了一段接近崩溃的日子。深深，谢谢你让我更勇敢，你是我生活的星光。深深，感谢你的坚持，让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美好的音乐。未来只要你唱，我们就听。谢谢你的出现，让我看到这世间美好的一面。谢谢深深用歌声陪伴我，我想听一辈子。深深，谢谢你一直唱歌给我们听，6周年快乐。深深，谢谢你陪我度过无数个失眠的夜晚。谢谢你的歌声带给我们力量，这个世界因为有你，所以显得更加温暖而美好。深深，6周年快乐呀！祝周星星6周年快乐！祝我最爱的小申总出道6周年快乐！周深出道6周年快乐！出道6周年快乐！深深出道6周年快乐！大哥出道6周年快乐！周深祝你出道6周年快乐！深深出道6周年快乐！周深出道快乐哦！希望还能陪你走更多更多更多年。谢谢你成为我的光。祝深深出道6周年快乐。风雨同舟，深情不移，你一直唱，我一直听。我们每个人都是独自旋转的星球，谢谢你们来到 C929， 也谢谢你们认识了一个歌手叫周深。他因为有了你们，他觉得自己很有力量，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孤单无助，谢谢你们。Surprise！ 这是生米特别给你准备的一个
惊喜。我觉得刚刚情绪很……哎呦，我还有一首歌哎，我怎么唱？刚刚他们都跟你说了很多心里话，你应该有听到啊。嗯。六年的时间给了他们也很多的感触。有什么话想跟生米讲？我想起了花泽类那句，只要倒立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但是我还是要给你鼓掌，刚刚那首歌长达20分钟，里面有，大家有没有数清楚，40首来自周深演绎的。应该是40首，因为、好像有唱了，这次只是选的是 OST 嘛，剧情的歌，所以还没有算一些游戏的或是广告的歌曲。是，然后这次是一共是40，应该是45首吧。一共是有45首，但今天唱的是40首，因为有5首是因为授权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无论是我有没有唱到的，或者没有唱到的，或者是游戏，或者是广告那边的歌曲，我都很感谢能够，都很感谢能够让我有歌唱啊！不要这样搞我！给深深掌声，大家弹幕给深深掌声，然后我也给你用脚给你鼓掌，因为真的太棒了，20分钟一气呵成。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谢谢你》，听过我的那些歌，我还是要，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有这个荣幸代表深米，要谢谢周深给我们唱过那些了不起的歌，谢谢周深，真的太棒了。刚刚这个现场神仙一般的舞台，所以我们也回馈。我想跟他们说话，就是，他们一直都说的是我给他们力量，我给他们光。其实没有，其实他们创造了很多奇迹，他们让一个就是特别平凡无奇的小男孩能够慢慢成为很多人听过的歌手，然后他们让一个很腼腆的小男孩能够现在就是在镜头面前不停地得罪人，因为已经有了一些安全感，这都是他们给的，因为我是一个巨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他们创造了很多奇迹，而且他们还创造了一个奇迹。我其实一开始特别讨厌别人叫我深深，但是也是因为他们，我已经开始习惯了这个称呼。对，也从来没有人叫过我周星星。但是也是因为他们，我现在也开始习惯了周星星。以后可能会好没有原则的人。总之就是，请你们相信自己，就是你们真的不平凡，你们给了我非常多的力量，而且你们也有你们的梦想，你们也有你们的光。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去帮助我、去支持我而打扰到了自己。所以我永远跟你们说的话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先照顾好自己，找到自己的那个梦想，去实现它，让我们都变成，当我们彼此都变成更好的时候，我们再相遇，我相信那个应该会是最好的时光。对，哇，说得太好了，再次把掌声给深深，给可能以后会更多人叫你周老板、周总什么的。为什么我就叫周深啊？越来越厉害。所以我想借之前我看到刘哲老师给周深的一个点评来做这一小段的总结。刘卓老师说，周深因为他之所以如此的努力，所以他才能够让所有喜欢音乐的人喜欢上周深。所以我觉得周深今天6周年6年的时间获得的这些成就也好，光环也好，不仅有生米们的努力，也是周深自己努力应得的。所以我们继续陪伴周深，然后继续有更多的纪念日，好不好？谢谢杨洋。今天除了有这个漂亮的蛋糕，哇，这上面写的出道6周年快乐，还有一个礼物哦，我帮你拿出来。哎呦，我流鼻涕了。给一个纸巾给我们，给我们深深。我不可能瞪着大家擤鼻子吧？来，哎，先擦一下，擦一下。啊，擦过了，擦过了。好，这是深米给你准备一个礼物，好不好？这是什么？我帮你拿麦克风，你先。哦，谢谢。打开看一下。深米悄悄的做了很多的。哎，准备哈，慢一点。哦，哇哦，是个永生花是吗？这是不是可以放录音的？小心一点哦。好，可以。这是代表小王子的玫瑰。对，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彩蛋吧，其实有大家看见我们所有的乐手老师旁边，和声老师旁边都有一束玫瑰花。啊，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句话。先把它放在边上哈。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句话，总之就是谢谢他们的陪伴吧。对，乐手老师也谢谢生米们的陪伴，谢谢生米们，也谢谢所有乐手老师帮忙，以及所有像我们来，我们给乐手老师弹幕支持一下，好不好？谢谢我们所有今天带给我们这么棒的甜蜜life。对，还有我们所有背后的老师们，还有我们总导演晶晶，当然还要非常感谢我们腾讯音乐娱乐集团。
感谢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感谢 TME Life 合作社交平台微博、新浪娱乐的全程支持，同样也非常感谢腾讯微视。对，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歌手自己唱了20分钟还把主持人的感谢词全念了？我还蛮想念这一段的，因为一个人的成功永远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功劳，他后面会有很多人的付出，也有很多人的支持，所以刚才念那一段我觉得我还挺荣幸的。谢谢老师们，这样的歌手真的不得不爱。谢谢我们的雪碧。是，谢谢我们的今天所有的每个环节才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一场 TME Life。 我们的周深，我们给大家今天的主题，我觉得又很符合刚刚讲到的小王子，我们的晚安明天见。因为小王子就不断的陪伴大家去看每一个日出日落，就好像周深的音乐陪伴大家。而且为什么是明天见，明天其实也是代表未来嘛。嗯，因为我这出道6年也刚好是我自己上一份合约的满约，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新的起步。感觉到前面其实很困难很辛苦，所以希望自己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力量能够留在舞台上，能够让更多人听到吧，能够唱更多好听的歌吧，这是我的愿望。谢谢永远谦虚感恩的周深，那我们就继续在周深的音乐里继续和周深一起陪着他经历更多的每一年，今年是6周年，相信会有很多的6周年、10周年，接下来的每一年100周年，我们都陪着周深。谢谢。那100周年，这是吉利话啊。这个也可以吃吗？你要不要？哎，就吃了去，待会儿还唱歌呢。可以了，可以了。我们主题叫做“晚安，明天见”。我想晚安是一个对现在的肯定，就是今天晚上我很开心。晚安，但是明天见，我有明天的期待，就像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天一样。那晚安还不到时间说，还有一首歌。对，这首歌，如果你当过布丁，你当然就知道这首歌。不过后面如果生米也都知道这首歌，就是我每个演出我都尽量把它当最后一首歌，把它当就是排到最后一首去唱。是，就是不想睡。不想睡。希望能够一直维持这个小小的习惯吧。Yeah. 对，希望越来越多人能够听到这首歌，那就意味着越来越多人听过我唱歌了。哎，我再念一遍感谢词，然后你喝个水，好不好？好，刚刚真的太辛苦了。谢谢，谢谢洋洋，谢谢我们今天所有通过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陪伴我们的所有的歌迷朋友们，同时也感谢我们 TME Life 的合作社交平台，谢谢微博，谢谢新浪娱乐的全程支持，再次感谢同样我们的腾讯微视。好，接下来，怎么了？唱到了。那你再好，你再缓一缓，然后我再多唠几句。还 OK 吧，再喝点。哦，再喝一口。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深深啊！真的，刚刚那段表演，我相信大家会在接下来的每一天会去循环。我们在20分钟的时间里听到了40首 OST 的这样的一个串烧，真的是神仙级别，我觉得也是颁奖礼级别才能够欣赏到的表演。但是深深今天把它献给我们 TME Life， 也是我们所有乐迷的耳福。我们也只有用更多的掌声和支持和时间来陪伴周深，回馈这份惊喜。考验你主持功力的时候到了，再帮我撑3分钟。没问题，再聊3分钟。哎，确实，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人跟我一起在数的啊，就是里面的很多经典的 OST， 很多这些周深的声音，我们听到的时候，其实也会勾起大家看剧的时候的。好，现在欣赏的是周深咳嗽，周深被水呛到。还好吗？还好吗？还好，我还好。我每次演唱会喝水，我都在祈祷不要被呛到，不要被呛到。今天被呛到了。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很难得的画面，就像看到这个串烧的歌曲一样。很难得，我在咳嗽吗？很难得看到周深呛到，但是我们希望以后不要呛到啊，要健健康康的，这个很重要。好，马上要最后一口。好，再调整一下。然后，真的，今天我看到我们的无论哪个平台啊，直播人数都非常的给力，大家也真的是给我们周深非常大的牌面，对不对？现在流行讲牌面，6周年，这是今天7月25号。我相信在我们刚刚那面墙上，如果要再有照片的话，一定会把今天的画面也放到里面。所以每一个重要的时刻都有深米，有周深。哇，你好棒哦！可以吗？可以了，可以。恢复了吗？应该可以吧，希望不要出问题。那你有要休息再喊我，我随时上来。中途唱到一半，洋洋，我对话有单口相声，开玩笑。来，我们继续把舞台留给周深。
宙中默默自转的星球，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我看过瞬间燃烧的花火，昙花一现之后悄悄地坠落，我醉过斟下冰凉的美酒，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梦做一半比较美，爱我的人还没睡，不想睡。我看过瞬间燃烧的花火，昙花一现之后悄悄地坠落，我醉过斟下冰凉的美酒，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梦做一半比较美，爱我的人还没睡，不想睡。谢谢你们能够一直陪着我。
谢谢你们，晚安，明天见。Thank you.